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后仰跳投的训练方式。那因为看到很多人对后仰跳投都是非常喜爱，不论是以往的 Kobe Bryant、Jordan， 甚至是 Kawhi Leonard。那现在就跟你分享两种我很喜欢的练习方式，不让你单纯的后仰跳投反复的练习会很枯燥乏味。所以分享两种步伐。第一种，我们以禁区的 block 长方形区块为例，第一步先踩出你的左脚，往到爬格子的第一格，接着踩到第二格，接下来左脚收，右脚退，接左右，好，连续动作，我做一次，左右左右左右，好，那再做一次快速版本。第二种练习方式，我们会配合下球的节奏，左脚下球，右脚下球，进左脚，退右脚，旋转完。那这两个练习翻身后仰跳投会是一个很不错的训练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追踪 JTC 篮球训练。